前进。这感觉像海面一样，像是凋零，但它有些不同。啊！这是什么？一个接口，守护着你被推入永无止境的奴役生活。它在我的脑海中，想把我撕裂。让我们把你从这奴役的罪魁祸首中释放出来。不，我做到了，我战胜了他，把他赶出去了。没关系，王的声音就已足够。一份忠诚的证明，一种渴望的表达。乌鸦，我们看到他的心攥在利爪中，我们听到他和他姐姐的心一起跳动。
在终焉之弦里，我们把他和你们的骄傲幻想展现出来，朋友满怀幸运地期待着他，但和你一样，他选择了痛苦。你用暗影攫取了乌鸦的记忆，选择让光能来赋予醒来。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一切能有多美妙吗？相信自己和你们一样在抵制诱惑，他相信物质即是非物质，只有使命才能治愈他的内心，而他相信自己承受痛苦就是为了这个使命，因此他让自己完全臣服于你们的旅行者。这种信念是通过教导强加于你们的，它可以被摒弃。在那儿，就在前面。别听了，我让你在外面等，这地方我不知道这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。他说的对，格林特，我不管，他不能替我做这些决定，我们应该要团队行动，守护者和机灵旅行者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。我很抱歉，别再把我抛下了，你保证？我保证。我们在外边扎营吧，凯德离我们不远了。我想也是，至少你让他吃了一惊吧。你和守护者都需要更好的靴子。啊，也许这次我会走运。
这很难形容，就好像这些暗影区域是见证着存在的物化显现，一种感染溃烂的伤口。你说他对你说话了？在黑暗中引诱我，见证者知道我们的心中所想，他允诺让一切成真。听着，无论见证者在对旅行者做什么，我们的机灵也能感觉到，而且它正在扩散。艾克拉会知道该怎么做。别担心小子，我们会找到他的，哪怕需要杀出一条血路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。我们振作起来，继续前进吧。同意。看见乌鸦和格林特，真叫人松了口气。我们找到他的那个洞窟，在那里，见证者想操控我。旅行者内部居然有这么邪恶的地方，真是亵渎。那不仅仅是暗影，他已经被见证者重塑了，腐化了。难怪他能将自己投射到那里。至少在这里，旅行者的光能还能保护我们。至少他在尽力那样做。我的极窍，别担心，没看起来那么糟。见证者没怎么伤到我，我们承受打击，然后再站起来，对吧，守护者？听着，其他人在附近发现了一个类似木卫一摇篮的地方，我们认识的某位术士应该会对他很感兴趣。是应急后勤行动中心的信号，马拉，我们有点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我增强信号试试。乌鸦，你能听见吗？他听不见我们，我会继续尝试清理这个信号。传送门依然很不稳定，你的敌人已经挡住了后路，你们所遭遇的可憎之事都是见证者所为，这只是他现在所驾驭力量的一小部分。他用偷来的光能新建了一支军队，来对抗旅行者的势力。我之前侦查的时候发现了些残骸，我还以为是另一处异常点，直到听见纪灵对艾克拉飞船的描述。里面没人，所以他还活着，我们得去找到他。总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这就给你发送坐标，你要找的是类似于木卫一摇篮的东西，我们从那儿开始。
不只是我们想找到艾可拉，邪魔族已经缠上你们了，我们能对付他们，那你们先前进，我在这里给你们打气。功能来，我们至少能好好利用它。又来了，小心点，守护者。怪物又来了，小心点，守护者。
将到达残骸的坐标，有艾可拉或是他机灵的踪迹吗？还没。下了他的飞船，也许他发现了什么。也许吧，但独自前往并不值得冒险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但好在还有星系里两个最棒的猎人为他撑腰。哦，是吗？他们什么时候到？那个护盾会生成高密度的光能，你可以用它来为这些井充能。光明升起之处，黑暗便会消退。听起来你一直在读艾克拉的战地日志。我总是向最优秀的人学习。那个护盾能与邪魔作战，他们掉落的光能应该能消除屏障。前面有更多邪魔族，提高警惕。又是西乌阿拉斯的追随者，他们会响应见证者的召唤也不奇怪。还好有人留意，我一看到三只发绿光的眼睛就会下意识的开枪，然后十有八九要跟艾里斯道歉。